2022年5月，中国国家航天局宣布，由于一场沙尘暴即将来临，因此关闭了祝融号火星车。原本预计祝融会在12月结束休眠状态，但直到现在仍然没有传来任何消息。中国国家航天局对其状态也守口如瓶，这引起了国外一些研究人员的猜测。有人甚至推测它可能无法在严酷的火星冬季和沙尘暴中幸存下来。对此，1月20日的《自然》杂志以“中国第一辆火星探测器发生了什么”为题进行了报道。几位外国科学家分别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昆士兰科技大学的天体生物学家戴维·弗兰纳里认为，火星车无法从休眠中苏醒其实不足为奇，因为它是太阳能驱动的，而且火星上的太阳能着陆器和探测器早就有电力耗尽的先例。弗兰纳是美国毅力号火星探测器团队的一员，与祝融号不同，毅力号是依靠核能运行。上个月，研究人员刚和美国洞察号太阳能着陆器永别，洞察号已经在火星的沙尘暴中一命呜呼。但是来自美国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行星科学家巴普蒂斯特奇德却乐观地认为祝融号探测器会苏醒，他也是毅力号团队的成员。他认为随着气温升高到足以为电池充电，并随着沙尘暴的平息，祝融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苏醒。奇德说，围绕大气层旋转的尘埃减少了到达火星表面的太阳辐射，落在火星车太阳能电池板上的灰尘也会减少接收到的阳光，影响它的发电量。柏林自由大学的行星科学家格雷戈里·迈克尔认为，祝融的太阳能电池板由防尘材料制成，可以调整角度以防止沉积灰尘。但是对于众多火星任务来说，对抗尘埃是一直存在的问题。有时被称为尘暴的旋风会出现并清除太阳能面板上的灰尘，但这取决于运气。去年五月，中国国家航天局表示，火星上白天气温将降至-20摄氏度，夜间降至-100摄氏度，预计还会进一步下降。寒冷的气温意味着祝融需要更多的能量来为电池保暖并防止电池失效。为了节省能源，工程师们通常会关闭所有科学仪器，只保持通信系统开启，以便探测器在醒来时通知地球。奇德说，中国工程师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靠太阳能驱动的玉兔二号探测器在月球表面经历了许多漫长而寒冷的夜晚。研究人员经常会开发火星的各种大气模型，用来预测太阳能航天器何时会苏醒，但是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现在说有问题还为时过早，如果火星车最终与地球取得联系，科学家们将会做好准备，希望它移动到一些地质构造不同寻常的地方，诸如几乎看不见的幽灵火山口或者泥火山。与好奇号和毅力号上的激光仪器一起，祝融号一直在收集火星岩石化学成分的数据，我希望它能继续移动，奇德说。